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不管是在直播前或者是在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持续的来拍掌来敬拜他。主，我们说你是永恒的主，是你永活的真神。永恒的主，愿你荣耀降临。你是信实良善神，神公义之子，我全心全意定睛于你。永恒的主，永恒的主，我愿全心等你。你是信实良善神，神公义之子，我全心全意定睛于你。生命的主，生命的主，所有盼望在于你，全地充满你的荣光，你荣耀。你是永活真神，你是一直的主，你是盼望我的一切。战胜成功一直至我全心全意定睛于你。生命的主，所有盼望在于你，全力充满你的荣光，你荣耀。主，所有盼望在于你，全力充满你的荣光，你荣耀。你是永活真神，你是一直的主，你是盼望我的一切。将平安赐全世界，你是我主，我的一切。你是永活真神，你是一直的主，你是盼望我的一切。你是我主，我的一切，我信靠你，我信靠你，我信靠你，全心全意，我信靠你，我信靠你，我信靠你，全心全意。
生命的主，所有盼望在于你，全力充满你的荣光，你荣耀，生命的主，所有盼望在于你，全力充满你的荣光，你荣耀，生命的主，所有盼望在于你，全力充满你的荣光，你荣耀，你是有活真神，你是一直的主，你是盼望过的一切，为我们带来救恩，将平安赐全世界，你是我主，我的一切，我信靠你，我信靠你，我信靠你，全心全意，我信靠你，我信靠你，我信靠你，全心全意，我信靠你，我信靠你，我信靠你，全心全意，我信靠你，我信靠你，我信靠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一切，主，我们来信靠你，主，我们更多的来敬拜你，来呼喊你的名，主，我们要说全能的神，愿你的荣耀降临，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神圣，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臂，直到如今的心神经，敬拜声音，敬拜声音，充满真理，荣耀掌声，荣耀归你，心经受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偏离，你眼目必看顾真理，眷顾你的儿女，你必将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真理，聆听我们声音，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臂，直到如今人心神迹，你眼目必看顾真理，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着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真理，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眼目必看顾真理，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你看顾着你。
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是我们的帮助，心焦和又满意，你的荣耀赐福彻底，遵行你的旨意，谦卑回转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是我们的帮助，心要和乐满意，你定义要赐福彻底，遵行你的旨意，谦卑回转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是我们的宝足，是我们的宝足，心中何有满意，你定义要赐福彻底，遵行你的旨意，谦卑回转向你，我们定义要跟随你，彻底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彻底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眼目必看顾，彻底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彻底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请降临。主，我们来呼求你的名，主，我们说你在全地作王掌权，主，我们赞美你的慈爱，赞美你的良善，赞美你的怜悯，主，我们说你真好，无人能够与你相比，你真好，你真好，无人能与你相比，你的爱，你的爱，完全像世人显明，你是光，你是光，当黑暗向我靠近，你是我的盼望，我的最全能希冀，是我的平安，当恐惧抓住我心，你心事不改变，甚至当我远离你，你是我的喜乐，我歌唱单单为你，你赐给我生命，死亡失去安全臂，主，我奔向你胸怀，我奔向你胸怀，你丰盛的大爱永远与我同在，你的拥抱何等甘甜，世界真光永远掌权，所想所求，你是主，你是主，万物都宣扬诉说，你在这，你在这，遮盖我所有软弱，你是神，你是神，
为你放弃全所有，有更多，有更多，超过我所想所求。你是主，你是主，万物都宣扬诉说。你在这，你在这，遮盖我所有软弱。你是神，你是神，为你放弃全所有。神的大爱永远与我同在，你的拥抱何等甘甜，世界真光永远彰显。我奔向你胸怀，我奔向你胸怀，你丰盛的大爱永远与我同在，等甘甜，世界真光永远彰显。我奔向你胸怀，我奔向你胸怀，你丰盛的大爱永远与我同在，你的拥抱何等甘甜，真光永远彰显，永远永远彰显，永远神的大爱永远与我同在，你的拥抱何等甘甜，世界真光永远彰显。我灵歌唱别无他名，别无他名，耶稣，耶稣，我灵歌唱，别无他名，耶稣，耶稣。向你胸怀，你丰盛的大爱永远与我同在，你的拥抱何等甘甜，世界真光永远彰显。我奔向你胸怀，我奔向你胸怀，你丰盛的大爱永远与我同在，你的拥抱何等甘甜，世界真光永远彰显。我奔
向你胸怀，我奔向你胸怀，你丰盛的大爱永远与我同在，你的拥抱何等甘甜，世界晨光永远彰显。我们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我们先来看照以弗所书的4:20-24，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两个部分，为了自己来祷告。你可以回顾我们这一周，主要为着我们的自己，或是为着我们的学校，或是工作，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有需要为有软弱，我们来向主来悔改，也恳求主用圣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更多需要主的帮助，使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好不好？然后第二个，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除掉邪僻的口、乖谬的嘴、情欲的灵，眼目向前正看，追随主的道路，好不好？我们更深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来祷告，为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再一次的对焦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都能开口，更多的我们来为着我们的牧者，然后还有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来祷告。因为哥林多前书的12:26-27说到，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好不好？我们有两点，第一个，我们为着牧者夫妇来祷告，愿天使在他们视为安营，保守他们的灵魂体，也为青年牧区的交接以及儿童牧区的创起来祷告，也为各小组的领袖同工跟一对一门训者来祷告。第二部分也为着我们目前正在关心的福音对象来祷告，更多的帮助我们在礼拜天的这样的野外的复活节的这样子野餐的部分，我们也为着我们的特别关心的福音朋友来祷告，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需要来满足的，帮助我们看到他们的伤痛，我们来医治他，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为了这两点来祷告，预备起。他带领的教会，他领受到从主的呼召，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主，我们同为肢体，主，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来服侍你，主，你更多的帮助他们，能够差派天使视为爱来保护他们的生命。神的儿子。
福音的时候，主要我们知道呢，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当中，主要源源不绝的涌流出来，也帮助在我们的生命，我目前在关系的所有的对象当中，主要帮助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打开他们的心，能让我们能够来进入他们的心里面，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对方的需要，也帮助我们在祷告守望的时候，我们来看见接下来我们要来收割的福音的时候，更多预备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将我们该为自己然后教会的所有的事情来祷告都交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更深来帮助在我们的荣耀丰收教会，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对我们教会有一个呼召跟命定，更多带领我们教会前方的道路跟方向，主啊，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个所有的领袖当中，主啊，让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在主你的心意里面，也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持续的来为着自己来祷告，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继续的来向他诉说，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你就现在将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你怀里，使我们在你里面，使我们的灵来苏醒。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待会我们就把歌词当作我们的祷告，对主来唱。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紧紧你。祝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的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
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有你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使我的生命能够一步一步的来向你靠近，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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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心，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是我的唯一，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里。主，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主，我们来思想你的救恩。主，我们要说，没有人能够与你来相比。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就像你流出的宝血，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全心全人来回应你，将我们自己作为馨香的活祭，献上我们的每一个心跳，我们的每一个决定，来为着来荣耀你。这香格的玉瓶是我所有一切，我打破献给你，主，我知道我不配，你是如此柔美，远超过我所有，远胜过我的喜乐和我内心的渴求。生命的每一天是我所有一切，我献上在你脚前，我知道我不配，我的能力有限，我的日子短缺，你却给我生命，让我能单单为你活，就像你为我流出宝血，我向你献上我心，我在这献上做馨香活祭，我在这献上每个心跳。
的雨披是我所有一切，我大步献给你主，我知道我不配，你是如此柔美，远超过我所有，远胜过我的心量和我内心的渴求。生命的每一天是我所有一切，我献上在你脚前，我知道我不配，我的能力有限，我的日子短缺，你却给我生命，让我能单单为你活，就像你为我流出宝血，我向你献上我心，我在这献上做馨香，我心，我在这献上每个心。我向你献上我心，就像你为我流出宝血，我向你献上我心，我在这献上做馨香，我心。
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一起看到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27到28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好不好，我们等一下为着以下三点来祷告。我们为着教会能够持守敬拜宣教跟神的话三个意象来祷告。我们也要今年我们要宣告，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看到50跟50人的聚会来祷告。第二个，我们来为着教会中有任何一个与弟兄姐妹相处的一切的负面的经验，我们求心理造成的伤害或导致偏差的行为，所以我们求主来医治我们，也是我们中间那隔断的墙能够完全被拆毁，能够合一的在主的里面。第三个，来为着教会的经济状况来祷告，也求主亲自的供应，能够来填补一切奉献的缺口。好吧，我们同声的开口，我们来为着教会来祷告。预备起，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主，更多的教会来祷告，主，你赐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意象的，在敬拜宣教神的话语上面，主，我们要更多的来活出你的生命。主，我们教会不单单主啊，更多的帮助我们在敬拜当中，主啊，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也帮助我们能够在宣教每个人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你有量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心意。让我们对神传的话语是这样的渴慕的，让我们尝到主啊你的话语当中转的信实转的慈爱，好像我们能够抓住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宣告，让我们更多来帮助这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来一切相处，把那负面的情绪那些话语在我们教会当中完全的被破除，那些黑暗的权势把奉耶稣基督圣名要完全断开，合一，彼此为着我们教会共同的意向来迈进，更多的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更多的让我们合一在里面。主，我们说教会是你的，主，你是教会的头，主，你供应我们教会一切的所需。好像主啊，在我们在宣扬主你的福音的时候，主，你供应那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主，你亲自的带领，你亲自的供应，主，让我们有这样信心，有这样盼望，能够抓住主的应许。主，我们在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跟着教会的给我们的负担我们更多来寻求来祷告，让我们在每个位置当中各司其职，在我们的殿中来服侍你，更多的赞美。我们接下来为着我们教会接下来我们的福音的活动来祷告，为着这礼拜的复活节的野餐跟礼拜六要去的海洋音乐季来祷告跟守望，能够保守天气能够是非常的良好的，也能够在复活节我们所邀请的新朋友当中能够来认识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当天能够看到我们新朋友的需要，也为着我们接下来在10月23号我们的门徒加油站给予的文化抗贫衡贫穷者的心态，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得着，每个人都被神来装备来造就，也为着10月24号一堂跟二堂的庄明文明牧师来祷告，然后二堂陈明杰弟兄来祷告，也为着我们接下来我们所在每个学校的学生事工还有来跟进，我们来为他们来祷告来守望，好不好，我们更多的来为着我们教会的福音能够来祷告，更多的将我们所要带领的人我们要来把他交托给耶稣，好，我们同声来开口来祷告，如果这时候主啊有放在心中感动的名单，我们一起来交给主，我们更多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得着他，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依靠的不
是自己的势力，我们依靠也不是自己的才能，我们单单的是依靠你，主要跟着圣灵有同在，去带领我们，主要在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得着他，我们祷告当中，我们要看到复兴，更深的来到的面前，主要我们更深的来到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所邀请的朋友，主啊，这是收割的季节，让我们看见世上的灵魂要被你所收割。主，我们赞美你，主要帮助我们，主要更多的在祷告当中，我们要看见复兴要来到。主要我们是先祷告，我们要等候主你的同在，预备好我们每个人自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被主你来使用，被主你来更新。主要让我们成为主你可用的器皿，你赐恩赐福在我们的教会。主要我们所的意向当中，我们要跟着主你的带领而走，我们要更多的来依靠你。是的，主。我们继续来到神的宝座前，更多的来敬拜。在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求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主，我们把我们的全心全人都交在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的来敬拜你，渴慕你的同在。放下自己来到你左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天父你同在是我灵安息，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倾听你声音，耶稣来亲自带领我生命，每个决定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苦难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放下自己来到你桌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父你同在是我灵安息，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听你声音，耶稣来亲自带领我生命，每个决定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全心交给你，向着心里真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真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
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心里诚实清白，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全心交给你，向着心里诚实清白，在你头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献上你心意，我给你。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全心交给你，天父，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完全的献在你面前，诚实清白，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更多的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在你脚前哭泣，更多的帮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我们都来依靠你。主，我们要将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得救人数上面，主，我们看见主你天天将当得平安之人，将这样子的要来更多的来认识你的生命带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主，我们将我们教会的财物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挪去我们的恐惧，挪去我们的担忧。主啊，因为我们要来宣告，主啊，你必为我们来预备，主，因为你是我们的供应。主，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将我们的敬拜都献在你的面前，求你垂听，求你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